我的衣服好像 bug 了。这套不是我衣服，这套是影武者的衣服。What?欢迎收看我不喝南体频道，今天玩水游香肠派对，这一场要来玩我们的排位赛啊，然后呢来解一下任务，然后这排位赛部分呢，现在玩的话都多少会有点人机啊，活人加电脑都会有，我们就先跳个边边角角好了，因为这场我想要保分。这档玩的是彩虹岛，地图比较小啊，所以说会比较容易遇到敌人，然后也比较快速快决。彩虹岛的话，一场大概玩二十几分钟吧，战斗岛要三十几分钟。有一个人，有方向吗？哎，飞上去了！哇塞！哎，等一下，好像不止一个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方向不一样。哇塞！等一下，这个。那先捡起来，火丸还有一个来了 ，OK 收掉，怎么穿一样啊？怎么全部穿学生服 ？OK 倒，这个应该电脑吧 ？EP 有人，收掉。前面有空投，抢一波。我现在拿的是影武者，哇哇哇，有人在哪里啊？熊九炮哎，等一下哦。变回来了，我刚刚那个影分身没出来，哎，为什么我又变忍者了？好特别哦，哎，有敌人在打我。等一下，在哪里啊？这个游戏有时候视角视线太远，敌人会消失啊。然后他的那个可视距离其实没有很远。哎，重点是我现在为什么是影武者？要风头先捡。弗洛扎，捡捡捡。山坡上面有人。开战，剩八个敌人。我的衣服好像 bug 哎、欸，这套不是我衣服，这套是影武者的衣服哎、欸。没看到敌人，有圣剑，前面有圣剑。风口这方向，有，这边有一个枪点。嗯，有人在抢风头吗？没看到人了。来捡包 ，OK， 点掉。这就是 SLR 的话是把是我觉得可以练的射手步枪。它在这个游戏里面不算是狙击啊，狙击比较偏是单发的那种武器，然后这把算是射手步枪。我去结战。我先捡包，先捡包。哎、欸，我这服装真的坏了，好妙、哦！我第一次遇到影武者卡，这个服装会坏掉，超奇妙的。重点是现在变不回去原本的服装了。哎、欸，圣剑，圣剑，圣剑，来到圣剑了。我这场是不是要玩一下圣剑之击？我这圣剑不太会秒，有点难秒。剩下两个敌人，我们这场来看他们影武者吃鸡啊！那服装坏掉蛮好笑的。现在服装是永久这套就对了，这套其实蛮好看的，为什么官方不出这个服装啊？我们先抢点，圈点很重要，剩最后一个敌人，看到他，他到树后了，等他跑圈。哎、欸，来，靠近你，靠近你。哎、欸，人呢？他是看到我了。
啊，可恶，出来，你还是换位置了，奇怪，我忽然就不见了。他朝树跑，有时候应该有看我位置吧？某狼啊，到哪去了？他是换位置了。这个角色没有用军师卡，缺点就是不知道点位置在哪，要用眼睛看，不能用手。哎呀，看他出来！哇哇，凝胶护盾啊，不是凝胶护盾，枭雄身份卡，很少看人家角色用这个哎、欸，很少，我真的很少遇到，垃圾一点。欸，等一下，别飞过去，快走快走，他应该在补血，刚刚打他两发，应该全血。S L R 大概打三发，对方会死掉。欸，他人又去哪里了？我去换这边好了，变到中间点的地方。啊，图没飞过去，你快点快点！欸，哇，我忘记哪棵树了，我好像砍死他欸。欸，靠他，上面那棵树，砍死你！啊，这好难用哦，这个高低差我打不到人，我要练一下，瞬间有空再练啊。OK， 收掉。影武者身份卡吃鸡，服装坏掉，欸，服装坏掉好笑哦！你们看我现在服装有没有变身跟没变身，就是开那个分身，超妙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啦，遇过这个 bug， 有遇过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讨论啊。好啦，这场就玩到这边啦，就分享给各位啊。影武者身份卡，然后搭配 SLR， 最后成功吃鸡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个影武者身份卡坏掉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第一次遇到。大家如果遇到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啊。那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哪天影片，可不可以喜欢请订阅我的通知铃铛，后面继续接到这款游戏的攻略跟情报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奶频道，都有推去 IG 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哪天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